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是胡胡骑射。前些天我在百货公司找寻新玩具的时候呢，偶然看到了这么一款古董老爷车，实在是太帅了。然后稍微查了一下，哟，原来它是宇宙骑兵里头叫做骑士克莱的家伙。那我没有看过这部动画，相关作品完全没有接触，单纯只是看上这台车子的造型。那百货公司里头的话呢？还很妙啊，只有展示柜里头的这一台，还架上是完全空的，所以我只好自己到网络上呢再去买了一台。那入手的价格台币是1000块钱左右。那1000块钱买到了这个玩具，它的体型有多大呢？我们拿出一个 Deluxe 等级的变形金刚，你就会发现呢，现在这一款古董车呢，比现在 L 级的变形金刚的话呢，要来得更大。那滚动性呢也非常的好，这样推一个我就知道了。然后细节的刻画也是相当之不赖的。如果说1000来块钱，这是当然是打折过的价格了啊，这个可以说是相当划算的。上方金色的这个线条啊，涂得非常的好看，这里也有水蓝色的透明部件啊，这里的刻画的话呢也是很古典美的，车顶盖啊什么的都非常漂亮。但是呢，你可以看到有非常累赘的一把长枪啊，我们就把这个长枪给取下来。那如果说呢，你还把后面这个拿掉的话呢，它的车型呢会更加的好看一点。那这样子，对不对？这是不是一台更加 OK 造型，超好看？那你看它的后照镜啊，非常古典的造型。这里还有一个，我不知道这个造型是，是备胎，对不对？是不是啊？那下方有一个外露的机器人的手臂在这里。底盘给各位看一下啊，你甚至可以看到一张机器人的脸在这里。不过呢，这个都是很小的毛病了啊。这个正面的话，再给各位看一下啊，这个进气口，还有这些车灯啊，这个是透明部件，这里就是这个涂装上去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的话呢，是非常赞的一个车型啊，就是因为这个车型，让我把它买回家了。它附带的这个，你可以当成是一个能量钥匙的东西，看上去像座城堡一样啊，非常有意思。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它的变形过程。那按照说明书，因为我没有看过这部动画啊，按照说明书的一个说法的话呢，其实它有一个三变的形态。那这是车子的形态是第一变。那再来的话呢，我们来进行它的第二个形态。第二个形态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稍微打开一下啊，这里手臂，从这个地方这里有个凸，把它卸开来就行了。然后呢，上方这个地方啊，直接从两侧折下去都行了。因为它的一个组合卡扣是这里一个黑色凸的黑色，然后它是翻向来这样扣进去而已，所以你只要这样推下去，它就直接下去了啊。然后的话呢，我们把这块部件往上面提起来，再来的话呢，把这个两腿啊，不对，车尾啊，这个还不能称为两腿，分开来，往前面打一个90度，到这边。然后呢，这个地方有一块零件，这里把它给翻出来，翻到这边啊，你可以姑且当成是它的第三条腿吧啊。第三条腿，拿这个部件往上面提一下，到这边。那再来身体的上半部呢，这里把它往上面推上去之后，然后呢把这个肩不对，这个时候应该怎样讲？它的一个车子的前面的这个部件，红色部件把它往后面推，推到后面去。再来的话呢，这里的话要跟各位讲解一下，它的手转下来的话呢，你要注意到是这一面是朝前的，这样子。手臂才能够正常摆到这个位置来啊，到这边之后，你记得转这边就错了，转这边才对啊，这样下来。如果你转错会怎么样呢？转错的话呢，就是你的手臂，因为它没有一个外摆内收啊，所以呢，你只能够这样子转过来到这边。那最后它有一个机器人的头在后面，这里把它推出来。好的，那这个呢，就是它的所谓的一个特殊形态啊，你可以当成它是介在机器人跟载具中间的一个造型，但是呢，由于它的头这个造型啊，它头是只有一半而已，然后它是扁的，而且是一个透明部件啊，所以它的眼睛的话，直接具备了透光的效果。给各位看一下，对不对？直接有透光的效果。那这个形态的话呢，因为它的轮子在这里，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也是有战斗能力的家伙。你看那个盾牌，再把这个长枪给扣到它的侧边去啊，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个有没有动画还是什么相关的作品啊，我不晓得啊。这个我的感觉它就是变成一个，也是有具备有战斗能力的，
robot 小机器人，也不小了、哦。对比一下啊，这个是 deluxe 等级的变形金刚，我们来看一下大小。好，这个已经比一个 deluxe 等级的玩具要大上很多，然后关节也很扎实啊。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接着把它完成最后的变形过程，就是变形成一部巨大的机器人。首先的话呢，把这个腿往下翻下来，这个盖板往上翻，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它的脚了啊，脚先打扣回去之后，再把整个脚给打正下来，这个盖板就可以放下来了。另外一侧呢也是一样的，这一看一目了然了啊，推上去之后把它放下来，这个部件放下来就行了。再来的话呢，这个板子呢把它收回去，那这个燕尾服一样的这个东西就先留着。然后上半身呢要记得翻转180度。好，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把手臂直接的往下放，然后呢拳头在内侧翻出来，这个拳头就有一点比较潦草，它没有的握，不能握武器，而且它没有办法完全的伸到直，它永远是稍微有一个奇怪的角度啊。然后呢这个部件先过来到这边，好，那我先把镜头给调高一点好了，不然他的人物根本就站不起来。到这边，好，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把后面的这个燕尾服尾巴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双动关节往上提一下到这里来，那这个小头就可以把它给退进去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组合它的最后的这块部件，还有一个披风。它附带了一个披风，这个披风的话呢，我建议我们的安装方法的话呢是把它按在这个洞这里，按在这个洞这边，好，然后呢最后就是怎么样，就是利用这个部件，这里有两个凸，把它给压下去。那我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披风你要稍微对一下，然后把它给扣上去，基本上就是夹住了，就变成一个披风的状态。好，披风的话呢有加分的，那最后呢它的这个头从后面这里推出来，推到前方，然后呢转正，我们的最后的这个步骤就完成了。这个骑士克莱吧，对不对，宇宙骑兵克莱，它的变形过程就算完成了。那配件盾牌无法用手拿啊，直接扣在手臂的侧边，那么长枪的话呢，则是呢握在拳头的下方这里啊，有个洞，把它给扣上去，好，就完成了它的全部着装后的形态。帅不帅？还是很帅，但只是说造型上是有一些地方是借位的，比方说肩甲的部分啊，肩甲其实是完全是在前方，然后就这样子去移动啊，调整出一个你觉得好看的造型。整个车头是整个倒过来的，然后变成它的一个胸口，这个凸出来啊，这个金色这个线条啊，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啊，然后脚侧边这个直接像是做成有点像是燕尾服一样的感觉。那这个斗篷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小的配件，但是有大大的加分。后方就像是一座城堡一样啊，把城堡背在背上的骑士，我还是一句话，我没看过这个动画，但是这个造型我觉得设计的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好玩。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可动的话呢，其实只能算中等啦，头是一个球形关节，手臂的话呢是一个这里360度转动没有问题，那侧边有一点点松啊，不是很紧，但是也还行啊。然后手肘是一个双动关节，拳头的话呢不能够转啊，腰身的话呢可以转啊，因为有一个变形的需要，但是它有一个虚位比较大。脚前后啊有齿轮关节，侧踢啊更加的响亮没有问题，膝盖也是可以弯的，变形的时候是有需要去弯到它，但是幅度不是很大。那最可悲的就是它的最悲剧的就是它的一个外摆内收是没有的，还有脚踝也没有接地，手臂的话呢也没有外摆接收啊，也没有外摆内收啊，这一点的话呢倒是比不上现在很多同等级的巨大机器人的一个感觉了，那也算是一个巧遇吧啊。
就在经过一个百货公司的这个玩具展示柜的时候看到了这部老爷车，然后就自己上网去买了一台回来啊，非常好玩有趣的玩具，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个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